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《女神异闻录五》的视频攻略。现在我们继续殿堂。潜入殿堂。这次呢，我换上这个猫。我把它和高卷性给换下去。这回这个门可以开了。哦，这一个存储点。这嗓子有点不太好。在这里存下。我先往这边走。哦，哇，这个是个新的家伙。试一试这个。对他没有用。哦，瞬间就干掉了。想要这么牛叉。无法战斗状态，这就是我为什么需要这个猫。带上这个猫，这个猫呢，它是辅助性角色。
離脱して支援に徹する。すまん。みんな、手配力に気をつけて。俺たちの勝利だ。うん、ご苦労様。さて。感じるぞ。正体を見せろ。よし、呪音属性は効かないわ。弱点是冰。油断は禁物よ。やるな。アイテムゲットだ。もう一人の俺だ。蹴散らせ。これも。敵ダウン。フォックスさすがだ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待って、私はあなたと。はい。之前我说服过他，不过我把他给合并到另外一个面具了，合成另外一个面具，所以我现在没有他了，准备再收一次。把它拿走。哦。这里你还是需要把这个东西给放回去。这个比较弱，太好了。動かないでもらおう。いい加減だ。舒服。相変わらずすげえ力だな、ジョーカー。さて、何か。お？あれは。
现在我在拿这个宝石，应该没有事吧？拿走这个之后，敌人就会多了。就是这个家伙，瞬间给我干死了。现在让我的看看恢复一下，又被发现了。哦，他对这个，这是他弱点，太好了。补一下血，黑布。我先去看这上面有什么。
哦，这是这个光射的地方。トギすいません。嗯。シャドウだ。注意しろよ、ジョーカー。知道对手弱点的话，打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。技能去掉了。よし。我が範囲にかかればこれぐらい余裕だ。还是那个狒狒。他这迷宫还是比较大的，比之前的要大。差点没发现。
さて。たわいもない。宝箱宝箱。看一下这装备。没有哎，先不看了。这是另外一个。又是他，成功了就是一下就死掉。还得把那个东西放上去。这下我能不能过去了？哎，宝箱だぜ。开锁工具。迅雷戒指。看一下迅雷戒指是什么东西，应该是饰品。哦，减少电击伤害。
哦，这个是你选，我可以让你来调整这拼图。这样应该是正确的。出现一道门，让我们继续向前。有一个存储室，我在这里存储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继续前进。等一会儿，我想看一下对面那个是什么屋子，让我先看一下。哦，这也是个存储点。所以这是中段。在这存一下吧。哦，看得很大，地方看起来非常的大。出现这个巨石了，这有个洞可以进去。哦，
怪盗の醍醐味。不管什么，先打开宝箱。トギスマセ。トギスマセ。干掉他！哦，先制攻击チャンスだ！行け！お、ジョーカーがクイーン！来！いただいて！スマッシュ！ジョーカーかっこいい！ラスト一体行くぞ！敵残り1体最後の詰めだ。人数スクールがやられた。助けが必要だぞ。よし、きれいに決まったな。ジョーカー大丈夫か。敵の全滅を確認。やるなボックス、鮮やかな勝利。我非常讨厌这个敌人，不知道他的弱点，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。この技、早速使わないとね。よし。这门打不开啊，可以从这里走。有文字出现了，是 B01010。ちょっと。好，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谜题，它和刚才一个代码是一样的。我告诉大家怎么弄 B010， 那么它显示0的话，意思就是说要关掉，所以 B0， 那么这个应该是关掉的。10这个应该是关掉的。然后还差最后一个。てか、
暴いてやる。したことねえな。暴いてやる。僕は何を知ってんだよ。よし、こちらの先生だ。いただいていく。このまま行こう。よし、勝利だな。よし、いいぞ、いい調子だ。お、这里过不去。内容是这个 R01100。好，让我们记一下这个代码。让我们来看一看，实际上它的这个 R 的意思应该是红色的意思，所以从这边数 R0， 这应该是关掉的。1100，那么这两个是开的，这两个是关的。那么这边呢是 B10011B10， 那么第三个应该是关上的，还有它旁边的应该也是关上的。
我没有反应啊，然后错了。